我是怕站过来破坏画面啊，美秀姐，再给我们美秀姐热烈的掌声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美秀姐今天这一身装扮啊，头上戴着牛角，有什么厉害的地方？刚刚那个大绝招很厉害哦。因为拉米狗每年都有一年一度的竞走跟路跑，所以我就是来当牛，然后来带着那个去冲敌人。好，那么我们台湾奔牛节呢，即将在10月5号我们总公司的健走活动呢，那么今天呢，我们美秀姐到现场呢，除了宣传我们健走活动之外呢，也为了宣传我们蓝牛的开学季，今天在球场也有特卖。美秀姐自己有在我们球场买鞋吗？不用耶，那个广告我从早上念到晚上，所以我现在喊买两双。好，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来谢谢美秀姐今天带来的开场表演。马上我们先美秀姐，这个距离这样子可以了哈。要比暗号了哈，这暗号只有你们两个看得懂，我们看不懂。好，321，请美秀姐投出，现场球迷朋友们请倒数三。